没有很多系列啊，是啊，没错。我们都这样，我也出过欧西里斯的天空龙，基本上之前都是什么东西啊？基本上之前都是紫薯。嗯，你们想怎么玩？我想怎么玩？我们有两个新手、欸，四个字好了，两个新手，哪两个？对啊，米奈跟朵朵啊。你们最少玩过几个字啊？米奈没跟我玩过啊。没有啊，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你们出题方式跟流程。你们玩过四个字、啊？你有跟别人玩过吧？没有啊。哎、欸，也没有，你没有玩过这个游戏。没有啊。那你完蛋了。我看一下、喔。嗯，那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人来介绍一下这个游戏该怎么玩 ？I'm back。这个游戏呢？嗯，你有看过《超级比一比》之类的吗？嗯。对，它就是第一个流程是一先出。等等。放心，那我要呛，那我要呛他。呛谁？我们出了九届的精华影片，他一部都没看过。他可能看过啊，我有看过精华，可是他看过那个，把他的 game mode 拿掉，把他的 game mode 拿掉。他有看过，他只能用生存玩。要先种树，他要去哪里？他要去哪里找材料？有马桶巧克力啊？没有，他有看过没玩过？嗯，他有看过没玩过？是第几届啊？十五届吗？好啦，他就只能挖墙壁上的土来玩了。就是我们有七个人、嗯、每个人会出一个题目，嗯，然后所以出完题目你不会盖到自己的题目啦，然后你会盖到下一个人的题目，哦，然后盖完之后你会进入下一个房间，就是换你猜那个上一个人盖的是什么，上一个人盖的是什么、啊、比如说第一题是我出题，对，嗯，然后你就要猜我出的题目，不吧，盖我出的题目，盖你出、嗯，然后你盖完之 后,、大家都好了，按下确认，你就去下一间去猜刚刚盖的刚盖的东西是什么，给下一个人、哦、大家去，然后哎、欸、猜、啊、等一下，就是我要盖你出的题目，然后我盖完了，盖完了之后呢，按下确认之后就去猜下一个我的下一个，你的上一个人盖好了，然后你要去猜他盖的是什么，盖了什么，嗯嗯，对，然后你猜完之后你下面的人要盖你猜的什么，哦，他盖我猜了什么，比如说前面那个人盖了一个 A， 我觉得他是 A， 我就把 A 写在答案卷上放上去，然后下一个人进来就要盖 A， 是不是 A 的题目，对对对， A 的题目，然后呢，然后就是总共会有三段盖跟猜，总共会有三次。你先出一个题目，然后你会盖到别人出的，对，然后再你要猜别人盖的，然后、欸、猜别人盖的，然后再盖别人猜的，然后再猜别人盖，再盖别人猜的，啊、然后再猜一次给别人盖就结束。总之就是盖，然后猜，再来盖，再来猜，再来盖，再来猜，总共有盖跟猜，总会三次。好，所以还要跑一次吗？繁星交给你比例了。好。嗯，而且那个盖跟猜的时候，你都会被你会被传送到随机的人。多了一个，你个头啦！你的意也太多了吧？什么东西？多了一个哦，帮他修，修比例喽。这次是第十五届了，有吗？怎么会这么快？刚那意不是盖的挺好的吗？哪有？你看我是不是盖的挺好的？这样是不是太圆了？那这样一太一跟。五太圆了吧？哦，你麻起来，你的 T 跟 H 要大写、啊。麻起来是怎样？因为 T 跟 H 要大写啊。嗯嗯，我吗？五凸出来了啦。啊、可以用歌德体来写字吗？凸哦，五凸出来了啦。这是什么？这个五凸了啦。凸什么啦？好啦，对不起啦。它凸了啦。怎么要这样子吗？这么五啊？嗯、好，那T嘞？大喜啊！啊？这么无？大喜啊！要大喜、啊，好吧？历代不都大喜、啊？常常会荡掉。历代都大喜吗？好像不一定啊。什么身体啊？这边啊，老天！你忘了 H 也要大喜啊，老天！啊、对哦，对哦，那我们有每次都大喜吗？有啊，我怎么不记得？我要去 po 文，我也要开台。米娜，有人叫你开台。啊！我懂，开都开。你看这样是不是好多了？开一下啦，不然我刚刚还被他骂说菜渣都不理观众。这样子 ，OK。说我为什么不能问？啊、说我为什么不能赶快问你們？立体的 H 是什么东西啦 ？H
为什么是立体的啦、啊？那你立体一下那个、啊。15th 立体。立体是这样立吗？这是怎样？这是怎样？立体的。不，应该不是上面连接，应该是中间的。中间这个连接。我觉得那 H 好酷啊！我觉得 T 应该是要这样吧，就十字在中间啊。都连中间啊。对啊，然后就这样直接上来就好了。哎、欸，也不会特别的嘛？为什么要特别立体？没有啊，因为老天那边盖。老天怎样？我也可以开始了。我有点后悔出这个点子。不行，因为这样要全部盖完。开了，我开了，我看。你要盖完。啊，堆完好了，好不容易弄好了。盖之则盖之。哇，好立体啊！哇哦！应该用不同颜色吧？我也觉得应该用不同颜色，比较有阴影的感觉，比较分得出来哈。实况。15th，可以开台喽！喽，都开，都 play， 一起开，我也想开，都 play， 都 play， 只有你不可以来玩15个字吧？好吧，那我不开了。欺负人呐、啊！我们可以好立体哦，这什么东西啊？一回来看到这怪东西。怪东西，从这边看过去都是 H H H， 那个 H 是不是多一个啊？多哪里？不知道哎、欸。比例看起来吗？我觉得 H 好像中间比较长，一二三四五，对，好像多一个。我觉得中间太长了。问本体，不是我，那巧克力，老天哪、啊！我麦克多一个吗？好像有，我覺得多一个了。一二三四五六，对啊。嗨，要开台跟我们讲对吗？开啦！你在开了、啊？对啊，开啊！全部人都开啊，连翻新也都开了。好，那我开。是我没有开啊。巧克力也开了，9个都开了。啊，我 take 你的说，可以。什么？所以你们全部都开了？我只有你不开、欸。我还没有改，我们还没有改我的台。快开！会把你那中文的不合群，天哪！开台好麻烦。忘记开，改掉。我很多东西都没有设定，还没有更新。欸，你们上传都用多少啊？2500吗？5000，大概5万吧。2000，5000，2000，可以开到5000哦。2000，5000，然后档案会很大。嗯，因为我觉得5000的画质好像比较好，当然会好。废话。YouTube 的 720p， 可是要看你的上传够不够啊？对啊。上传一般都够啦，它其实够吗？当然够啊，5000你要除以它的那个算法，你的那个五，它的那个单位。我的上传有30M。不仅是上传，也要你的电脑够力。其实你上传30M的话，你的最高上传是三，你可以调3万。好，基本上是这样子。但你所以5000的话，2000的话，你只要有5M 就够了。但是还要算上音讯，一直丢四影格。可是我的那个你叫什么？我有在，我有在那个什么半夜的时候用台湾的伺服器上传10万过，然后竟然过了，要上调个500，是绿线，是那个吗？最大位元速率吗？对啊，对啊。可是如果要求稳的话，就不要调太高。背景是红色的，天哪、啊，怎么会这样？这样好看吗？这样有阴影的感觉吗？有，这样好像15在拉屎。15什么？没事，就他们在没事。Not playing。Yet。你在开了、哦？等明奈开啊！等明奈开我们就开。来，先算字数啊！来，字数几个字？明奈选，明奈跟多多选，我们挑中间的啊。我好了。明奈跟多多选 okay, 好了。好，明奈说，明奈说一个数字。多多说一个数字，你随便说一个数字，随便说一个数字，8、2、8跟2，八跟二加起来十，十，八乘以二，16，不要白痴了，为什么变成了八？八加20啊，可是有两个新手，让我们玩8-2，6，可是六个字念起来不顺，七个字哦，七个字哦，好难哦，七或啊，好了，六个。我们可以玩六个字，可是只能形容一个东西吗？
只能形容一个东西，不要什么怎么那个叫什么？比如说食衣住行娱乐，这就是六个。巧克力吃大便，朵朵，嘿，这就是形容一件事或一个东西。哦，嗯，朵朵，干嘛？真的是越来越脏喽，你被带坏喽。不然一次要盖到那种两一次盖两个、三个、四个、五个那种就太难了。哦，对啊，像七情书画那种嘛。七情书画就四个啊，对啊。虽然那很简单，但有人就是喜欢把它盖成。有人喜欢复杂化。对啊，我也不懂。开了。地上好多牛排，你们在干什么？好吃好吃啦，好吃。饿屁啊！我要点火把烧掉。好吃好吃。打火石在哪里啊？工具看到了。工具。你这样会过熟。这样烧得掉吗？好吃好吃。可以，好像烧得掉哎，不过看起来好像是我捡起来。可是另外一块里面都是烤的太熟了。Right, it's over. 好多烟哦，好多烟。这火不会熄哎，这是不是有条吗？会熄啦，要过一段时间。火灾了，火灾了，火灾了。要怎么放火啊？十五阶怎么变这样？那应该丢生牛肉啊，这样就会烤。丢生牛肉。It's raw. It's raw. 为什么他们每次那个叫什么东西？哎，这代就有命名牌了。有，一点四就有了吧？为什么他们每次那个叫什么东西啊？三倍不对，不是三倍，那个叫什么？三倍，不是三倍啦，那个 scallop 叫什么？贝，生不对，生蚝不是生蚝。Scallop， 那是啥？那是啥？那个是该什么？哪里来的？该 tree， 不是九孔，不是九孔，就是那个生蚝蛤蟆，不是生蚝，很像蛤蟆的东西。咸蛤蜊，也不是蛤蜊，那个叫什么？蛤蜊忘了。咸仔壳，不是。可点是叫备是叫备注吗？备注是干贝啦，干贝啦，他们的干贝没有一次烤的熟，为什么？你说谁？他们的干贝永远都是生的，为什么？你说谁？地狱厨房的人啊！厨艺哦，他们因为他们笨啊，怎么煎都是生的。因为干贝生，前面的人技术比较烂、没有一届，真的是没有看到哪一届的三杯永远整齐都会是熟的。等一下，去踩，我要开台好。我会怕他突然踩到金砖，直接开始。踩到直接开始，那我要踩金砖。我还没。你踩的是钻石砖。钻石砖呐、啊，烧起来啦！十五阶变掉了。Connect with Facebook， 打火，然后还要改标题。这十五阶有点燃烧。好忙哦。如果跟 Facebook 连接的话，它显示动态会显示在哪里啊？它会显示吗？我不知道啊。我好像没看过他。我只有跟 YouTube 连的，有没有跟？燃烧的事，应该是你一开台，他就自己帮你 po 文啊，像那个、Twitter 一样。什么？是吗？那你们有连吗？有是啊，可是我从来没有看他有在我自己的 FB po 过啊。因为我怕他就像 Twitter 一样，就如果你断线，他就会洗版吗？对，洗版。洗别的版错。FB 又没在用，难得洗别人的版又没关系。我有一次想要录影，也是一个不小心点到一下那个开台，然后再马上关掉，然后 Hello， 别人的手机就会通知了，然后跑来问我为什么没开。那就一瞬间都有打火石在工具在哪里？他的火根本就不会洗啊！太渣！打火石怎么了？怎么了？延迟五秒在哪里？延迟五秒在设定里面。哦，有了。你要什么？你要延迟五秒？不是啊，延迟在哪里？减少延迟。嗯，在设定里面、啊，完全烧起来了。设定里面啊，拜了，开台了，我们要烧掉烧椰子啊！啊，这里是怎样白痴哦，烧成这样，白痴哦，这样会不会有、啊？你按设定、啊、，OK， 有了，有吗？你找到了？我一直都是啊，你找到了？是要零吗？谁在烧我？在广播里面延迟五秒那个吗？减少？不对，你是要减少延迟，减少延迟对不对？对啊，在设定里面。嗯，在哪一个？然后有一个 beta， 在那个频道和影片是吗？啊，你是说 OBS 还是什么？频道和影片里面那个退取的设定，退取的设定先生都融化了。退取哪里有设定？退取的左边有设定，你的账号隔壁那个就是那个扳手，那个扳手就是设定，那个加八的扳手。
然后里面有一个影片频道和影片，嗯，然后往下有个 reduce string delay， 讲中文 reduce string 就是英文啊 string delay，Delay、打勾就好了，打勾储存就不用画啦。按 save 吗？为什么要杀巨人？对啊，那个会那个，它只是测试版会降低會。为什么这个不能？会降低一点实况的延迟。巨人先生活不了。一直有人说为什么我的比较慢啊？我就俩攻了。哈哈，两个屁呀、啊！肉体来啦，肉体来啦！巨人死光了。哦哦哦哦！我有点担心，我们等一下进去的时候，这堆火会成为我们猎哥的主因。你们不敢把它弄掉那怎么熄火？有一点点担心，可能是浇水吧。我一直在请雪人先生帮我们。好吧，雪人先生会死哦，丢血死掉，丢血有用吗？雪人死掉喽，死掉了，丢血不能灭火，丢水可以啦，丢血不行，只能倒水，只能倒水了。丢血竟然不行，为什么不合理？哎、欸，还不会融化，好烂、喔！哎、欸，不要放岩浆，才是才会那个啦！倒错了吧？谁？有人倒错了！快把源头蒸起来！啊！岩浆可以灭火吗？可以啊，岩浆可以灭火啊！完了，变石头了！哪个白痴又在上面倒水 ？Hello， 那个倒水那个红石不会怎么样吗？有点担心。完了，倒到隔壁去了。不是隔壁那里，隔壁蔓延了。哦、白痴哦，谁倒出来了？不要倒出来啊！不要弄到红石啊！好险还没有弄到。检举多多。多多很轻松哦，破坏游戏体验。张多多，破坏游戏。一堆水要怎么办？我很干净。应该还不影响。水可以捞起来吗？水要用空桶子，创造用空桶。我们把源头拿掉就好了，太多水了吧？都已经。源头 Extra language mode 是什么意思？什么？就是，你跟我讲，就是那个 Twitch 那边啊、嗯，你不是改标题那边编辑吗、嗯？下面会有一串英文。哦，那是新的、哦，我看一下。是什么、啊、？Broadcast language mode。水没喽。我也不懂哎、欸。就是实况。欸语言实况语言模式是什么意思？它可以用手指灭火啊！是只能打爆啊！是只有这个语言限定吗？别、的别的语言的人就不能来看吗？这样吗？不知道。你这样对你很过分。我靠！你骂出来、欸，你才过分。你这样子会被检举，巧克力。他们才会被检举啊！这样子人家对他们讲这个真的是很不敬的语言。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随便乱讲？尤其是你跟露丝。对，我以为这是夸奖，夸你老师。哇，你才真是人啊！你们进开台对不对？对，没错，开台了。竟然清得掉哎、欸！我把这里修好了、啊，这个黑黑的是什么？串油。我们把这里修好了。白星，你在这边盖一大堆红红的羊毛干嘛？刚刚在灭火。你用手指就可以灭火了啊！你是新手，你居然教我！你没有练铁砂掌啊？烫哦！哇塞！哇塞！你不知道多呛人家、啊？知道铁砂掌是人人必练的绝技吗？朵朵在呛人啊！朵朵呛人！哇！实况语言是限定别的语言的人不能来，没有错，真的、哦？真的吗？是啊、哦。哎、欸，这样子真的好坏、可是那他怎么判那个人怎么办啊？好呀，他怎么拼音语言？哎、欸，你这样子，你这张你这样子，他永远不会是一个正方形。我好像只想敲，我原本是想敲一层，可是好像都会不小心敲到。那你现在走的是，然后就害我，害我继续想要把它往下敲。你走的是爱雪的无限楼梯。不要再敲了啦！我在帮谁啊？我在帮谁啊？为什么九哥在猜？为什么九哥在猜？越来越矮了，怎么办？没关系，再猜一下就可以了。为什么九哥？我们猜到这个 H 就好了。嗯。这样这样稳，这样平的平的平的。九哥，不要再猜下面了。九哥，不要再猜下面的了。九哥。平的平的平的。他不回去了。回不去了。九哥不。讲那我们多猜两层，这样应该就好了。什么？好了啦，巧克力，我把它装回去。巧克力，补了你还是猜？你这无敌破，超矮，破坏王。好了，那我们到底六个字吗？但下面都没有透光。六个字最近有没有玩过啊？怎么透光？给我关透光啦！
我担心外面人看不到我们在干嘛、欸。我担心最近五届里面有前面不会有人啊。有玩过六个字有吗？没什么印象。问一下，问一下，六个字哦。对啊，我们最近五届里面有玩过六个字吗？没印象。最近这五届、嗯，我们几乎都是玩奇数的吧？第十届是几个字啊？第十届是四个字嘛，就是刚上传的。然后十一届马上玩，那时候玩几个字啊？那时候好像玩，那时候好像因为第一次有新手，所以第二次直接玩好几个字，对不对？对啊，因为第二次是因为老天要去休息啦。哦，好像有诶、欸，是魔鬼的步伐，好像是最近玩的，对不对？很久以前了，很准。是魔鬼的步伐是很久以前的啊？不对，不对，对。好像是最近、欸是那個、那时候红恶魔小鸡鸡有什么东西红恶魔小鸡鸡啊就不知道谁猜的齁你到底在猜什么所以六个字是最近的咯有一阵子了吧有一阵子了